回来了，这就是灌篮第二季，这赛制真是残酷啊，第一轮淘汰眼看着就结束了，咱们看着过瘾，不过选手和几位嘉宾可是连轴转着录啊。不要这样嘛，还有对自己出 look 不太满意的聪哥，哟嘿，有这么难看吗？小五特意给我发信息说穿的这啥？给它短一点，太长了。对，你觉得难看吗？显得腿短。不过说起自带好感这件事儿，尼克杨绝对是首席 number one。不光有 NBA 球星的光环，人家的表情包更出名啊！每次跟大家聊到他，所有人都要情不自禁的模仿一波。尼克杨，我觉得他还是很搞怪吧，Swaggy P 嘛，就是他的性格就是这样。然后这次来到节目，也跟大家互动的不错，然后我也挺喜欢他的，因为喜欢他的穿衣风格，喜欢他说话，然后喜欢他各种的生活的态度。美国人其实不怎么用表情包，美国人没有微信，美国人只有 iMessage， 就是发不了表情包，发不了表情包，没有这表情包。明白，你来给我们模仿一下，差不多就这样了。知道那个表情包是吧？我懂。再模仿一下呢？问号脸。这样。表情包。问号脸的那个。我要来一个。我来不了。别，不能来，不能。啊，有用过。问号脸。来，一二三。本月中准备找尼克杨本娘给打个分，看看本尊最认可谁的模仿。点赞就不必了，记得每周关注我就行了，来来来。